了欢度49岁生日，特别到欧洲旅游。这几天他也在网上晒出多张出游美照，其中包括一系列全家福照片，一家人看起来相当幸福，让他整个人很满足。他也特别谢谢大家祝福，觉得人生因为有家人朋友而感到幸福快乐。他很爱意大利，20、30、40出来玩过，最爱威尼斯，没想到40几可以带着全家人来威尼斯过生日，接着又哭喊自己已经快要到了不想过生日的年纪，但要补一句，先说只是快要，但还没有真的到哦，并笑说老娘决定防腐剂喝到满，而粉丝看了则纷纷安慰女神，保养得超级完美，看起来是只有30几岁啊。Bye.